我是 Amy， Hello， 我是 Lee， 我们是 Amy and Lee。今天我们会员区迎来了以前直播曾经参加过的小张，是我的中国人 Koha。两年半前遇到了现任男友，然后他们现在已经交往之后，我觉得你好像经历了一些经历了一些困难，但都勇往克服。对，就具体而言，我听到的一些困难，就比如说。第一个不太能见到面，对，不太见到面之前就会不太回信息了，不太回信，对，就是大部分人遇到是大家遇到回信，就是你最长大概是多久没回？两三天？一周？哇，好久！可是有啊，都这样啊，对，就你不联络，你都不知道他周末到底要不要约，也不知道他在干嘛，一模一样，超级奇怪的，一模一样。